韩女团 Brave Girls 于2021年凭借 Rolling 逆袭创下不俗的成绩，无奈全员在今年2月与经纪公司结束合约，令粉丝们感到很遗憾。组合的成员文颖凭借超强唱功及舞台魅力备受粉丝们的喜爱，然而自出道以来未曾传出绯闻的她，近日却被爆出与饶舌歌手 Verbal Jint 正在交往，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男方的经纪公司随后火速发声澄清，表示两人确实在一起交往过两年，但目前已经分手了。居然没报道两人是因为音乐上的交流而擦出了火花，克服了相差十岁的年龄差，平时也会大方约会。文颖还参加过男方于2021年推出的专辑，消息令不少网友感到很惊讶，但得知分手消息后也祝福两人未来都能幸福。